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那这个呢，就说来话长了。<laughs> 呃，我记得应该是一九年底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接到了这个剧本。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，我觉得这个剧本很有意思。 里面的每个人物都很可爱、很鲜活，但是到后面经过一些自己的成长之后呢，我渐渐的发现我有一些迟疑，就是在于我是不是还能演好这一个呃很可爱、很阳光、很非常无所畏惧的这样的一个弟弟的形象啊，呃，所以我自己也动摇过。其实到后面呢，跟。 编剧老师李潇老师肖姐，然后我们也开过，我记得是三次的剧本会。每一次开会呢，其实我们都有，我都有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疑惑。那肖姐这边呢，也会给我就是一些反馈。然后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沟通跟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渐渐的把盛阳这一个形象呢越来越丰富，然后越来越饱满，然后把它给勾勒出来了。所以到后面我才会说，嗯，好。 那既然大家都为他已经准备了这么久，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。嗯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中间为什么会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？因为我觉得我三十一岁了，然后我还要演一个初出茅庐的这样一个嗯，涉世未深的一个一个小男孩的形象啊。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诠释好，我能不能让观众们信服。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跟导演见面的时候，跟肖姐见面的时候，呃，我特别特别担心和紧张的点就是在于，呃，我们想把它做的非常的生活流，就是很自然。呃，如果能让大家觉得肖战没有在演，而是他真的是圣阳，那这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也是我其实自己最担心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怎么样去去诠释这样。 这么生活的一个角色，啊、嗯，那这个问题有得到答案吗？我觉得，反正我尽力了。我只能说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无论是导演也好，对手演员也好，还是编剧也好，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安全感。所以我在当下，其实我是享受当下的表演的。所以剩下的就交给观众朋友们吧。<laughs> 我自己的感受是，就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吧。<laughs> 但是，我基本上拍摄的每一天，导演都会跟我发信息，我都会跟导演发信息，就是就是讨论一下，说，哎，导演，你觉得今天这个有什么调整吗？你觉得还行吗？呃，你的感受是什么样？然后明天那场戏要怎么怎么样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。 就是每天你都在总结也好，你都在探讨也好，然后你会找到一个让自己让自己进步的一个方式吧。听说你进组的第一天拍的就是名场面，是吗？名场面是，醉酒是吗？是姐姐姐姐，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好玩的，因为导演他这样设计其实特别的巧妙。 因为确实，呃，演员我跟我跟白姐其实那个时候也算刚刚认识，然后还没有很熟络，所以恰好角色跟演员的感受都是相同的，所以还挺奇妙的。我觉得这种时刻每天都在发生 <laughs>，对，真的真的，我觉得首先呢。 嗯，这个是导演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对镜头的把控，然后以及对于故事节奏的怎么去拍、怎么去把控，还有肖姐她写的剧本其实非常的扎实。当然了，对手演员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拍摄的头两天吧，跟白老师、白姐拍的那一场醉酒的戏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白姐她那个抬头的眼神，就是她说出那个歌名，你帮我点首歌，然后盛阳说你说吧。 然后他说：“我是真的爱你，很厉害，真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。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因为我我是直接近距离的看到了他眼神里面的那个光亮，然后以及他的整个人的状态，所以学习到了很多。那你会有就会感到有点压力吗？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在当下完全不会想这个，在当下我反而觉得，就是因为他给了我这一个刺激，我后面的那一段。 喃喃自语，其实我觉得，反而说的比走戏的时候好很多很多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点是在于，很多很多时刻，导演用的那一颗镜头，都是当下即兴给到的反应。对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点真实，就是觉得哦被打动到，因为确实都是没有我们提前没有提前设计过的，很多都是当下的反应。 特点，我觉得就是很很生活化，就很像是我生活里面会说的话。我特别喜欢我们剧本的一个点是在于，它讲述了很多观点，就是它输出了很多观点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些观点它都是用很很自然的方式，然后表达出来。我我不认为我们是有说教的意味在里面。我以前其实。 不太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臭呵呵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我是觉得真香，挺好吃的。嗯、呃，是跟盛阳同样的习惯吗？呃，我不吃醋。对，其实我其实我还挺怕大家这么说的，因为我特别怕观众会把对肖战的。 就是感觉感情投射到这个角色上面。我想说，其实他们不太一样。虽然可能他们从事的职业之前是一样的，但是其实人物性格呀，嗯，是不太一样的。对于我来说，肖战可能是比较安静一点、比较稳一点。那盛阳呢，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外向一点，对的这样一个感觉。 盛阳的野心，我觉得对于盛阳来说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就是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谁比谁高或者谁比谁低，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很公平、很平等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在相处，有一种穿越的感觉，呵呵就是那些工位啊、手绘板啊。 嗯，笔呀、啊，就是就是非常非常的，非常非常的熟悉。你现在还能熟练的使用 PR 啊 PS？哎呀，现在真的是还是久了不用，还是有点退化了。反正拍戏的那些东西都都还行，都还能都还能用。小小的 P P 图啊，剪剪小片子呀，这些还是可以的。其实我自己画的都是一些。 随笔，咱们在剧里面看见的所有的出现的那些画作呀，其实都是美术老师他们提前准备好的。你要记得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，到时候在微博上发一发，我是来传递一下这样的需求。<laughs> 行，好，没问题。如果有新的画作的话，会晒的。嗯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。 对，所以我特别特别能理解盛阳。我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，不能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交给观众吧。嗯。你会想接收到这个声音吗？就是大家对你的一些真实的评价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我觉得演员的价值就是在于用作品说话嘛，然后以及跟观众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馈连接。对，所以。 我很我很我很欢迎，然后观众朋友们，然后对我的表演进行一个评价。能接收到这些评价的渠道是什么呢？渠道的话，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的朋友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，那不就是你们新浪微博吗？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那后面的工作重心肯定是以。 肯定是以拍摄剧、拍摄就是剧集为主，对，这个是我的工作重点，对。类型上或者是角色上的新信息，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嗯。我,我觉得的吧，就好像是我一直说的那种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吧，如果可以的话。<laughs>